它是几风浪，很快会成为处心平台进世界半人。对你而言，设计是什么？你会讲这些话，全都是因为随时可以滚回去当初心的继承人啊！我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成立一个新品牌，来取代初心品牌。啊，这个经纪人家以前有想过。哦，这一件你是不是以前？你慢慢看哦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哎，你每天晚上都说要出去走走，你是北北啊？对啊，你现在还知道我是北北啊？他，Bambino 就是艾利欧设计的，那个天才设计师。该说是巧合还是缘分？请立刻从我视线中消失。走，我会让你陪我一整夜。是不是我以为你是亮？早知道是你，我宁愿痛死。今天晚上不出去散步啦，老贝贝。你去没关系啊。我会记得把门锁得紧紧的，然后呢，把药放在旁边。都跟你道歉了，还一直求我。我今晚会一直陪着你啦。不过，你要帮我带上这个。要干嘛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晚都要借机出去吗？因为我没有自信跟自己喜欢的女生一起过夜，而不对她做出任何事。这样就可以预防一切了。被靠起来的人可能是我。现在我触碰着并且温暖感动我全身细胞的是我最爱的人的肌肤，就算他是我最憎恨的初心的儿子，现在似乎也不是那么在意了。时间啊，时间，为了我，你可以在这里停住吗？Buongiorno, ma bella. Good morning. 你是不是觉得今天早上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看你啊？来了台湾以后还是一样，大家还是对我的绯闻这么感兴趣啊。原来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带过别的女生到我的咖啡 Bambino， 所以他们现在就传你是我的女朋友咯。什么？原来是因为这个？我还以为……我好歹也是时尚界 number one 的 Bambino 的创始者，哎，你这样的表情让我好
受伤哦。对不起哦，但是请把你的脸拿开。对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意大利来的人又在屁什么、啊？没什么，他只是不断的在强调他是本宾诺的原创者，时尚界的大奇葩。那我们是也该告诉他，他就快要不是了。因为时尚界马上就会出现两个光芒四射的明星，到时候他就会觉得黯然失色了。结束后，你们要留下来看这次在这里举办的东西方设计大赏吗？我们很想啊，但是我们得回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新锐设计展。拜托，林赖穗，你跟季风亮在急什么？暑假不好好玩一下，参加比赛多累呀、啊！穗，他们说的东西方大赏真的不赖哦，欧盟的几家名牌首席设计师都会来哦。是哦。那东东的有谁啊？有三宅一生啊，还有苏醒。嗯，反正我们都要回去了，阿公阿斯还等着我们参加新锐设计展。季风亮、林赖穗，明天为你们准备的送别会啊，已经都安排好了。哎，记得穿正式一点哦。还有一个大惊喜啊，在等着你们哦。嗯，什么大惊喜啊？快摇啊，要迟到了！哎呦，急什么急啊？不过是结业式而已嘛，有什么好稀罕？那会不会死？我可是要死嘞！急了。哈喽，老师说的惊喜该不会是指你吧？哎 baby， 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说话，这样我很难过。哎，亏我还这么期待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。艾莉奥，我真希望我最后一天在飞扬营的心情是愉快的，你帮忙好不好，收敛点 OK？太好了，你们三个都在啊，重头戏登场了。老师，知道我帮你们介绍今天晚上的特别嘉宾，雏形大师。哎，大师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谢谢你特别抽空过来。这三位啊，就是这次飞扬营最优秀的三位同学，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。大师这次过来啊，就是要特别见见这次飞扬营前三名的同学，只有你们有这个福气哦。哦，我帮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不必了，吴老师，我们认识。认识。哦，那这位是林，我们也认识。啊、那艾利欧，我知道。哦，既然大家都认识，那太好了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。想先回去休息。啊？嘿，林赖穗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间身体不舒服啊？啊？我猜你们大概有什么误会，
但是你看在老师照顾你们这一阵子的份上，给老师一点面子嘛。嗯，还有你们想想看呐、啊，你要老师一个人跟竹心大师吃饭，那多尴尬、啊。这几年，时尚界越来越年轻化，什么道理？14岁，这个成为 supermodel， 说不定高中生也可以成为 Chanel 设计师。听起来好疯狂啊！那说不定呢、啊，季风亮跟林濑穗都有机会哦。年轻人固然有新意，但基本功不够，他们设计的东西啊都很夸张，一下子把他们推到高峰。只会加速他们的灭亡。市场啊，很现实，很残酷。哇，这样听起来啊，还叫人真的蛮忧心的。是我建议，今年主办单位应该取消 Young Designer Award， 免得年轻人啊只想一步登天，放飞学习。嗯，大师这样想啊，真的是用心良苦哎。你是意识到自己快要过气的危机吧，大师？这么费心思打压年轻人，真是难为你哦。季风亮，不可以这样没有礼貌。大师讲的没有错，你们可以听到大师这样讲啊，慎读三年书哎。大师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年轻人自以为这样子很幽默。林濑穗，今天情绪控制的不错嘛。你说这么多话，可不可？被请问一下，你们到底怎么认识的、啊？你问他们吧。我有快会，我先走。啊，大师，我送你。应该的。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他真的是处心积虑要对付我。新锐设计展，他也要干预。翠，我这么说，你可能会不高兴。我觉得你应该要慢慢习惯他对付你的手段。习惯？是啊，我想我是应该开始习惯他对付我的手段。只要他雏形大师一句话，我林濑穗就足够用好几年的光去习惯。穗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的穗，不会用这种方式习惯雏形的打压。我真的已经不知道了。他竟然一直搞小手段，我甚至开始怀疑，我能不能继续在时尚界生存下去。相信我，穗，你的才情不是那种卑劣手段能够压制住的。你5岁就能画出小竹间那种能量，你绝不肯任凭他摆布的。这片在夜空里突出的烟火一样，将任何挡在你面前的黑暗瞬间的击退。相信我，一定可以。设计还住在同一间房间呢，
你不要告诉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，我要听细节啦，你讲嘛，你不要装死哦，你讲啦。没有啊，你有骗我，快说嘛。没有啊，老老师来了。大家好。看你们那样子也知道，暑假都过了，你们的心还没回来。不过各位没有关系，我带来一个好消息，我相信这学期的出席率一定相当高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次新来的客座讲师，他这次担任我们的服装创意思想的课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来自意大利白冰的首席设计师艾利欧。听说他跟林濑穗很熟，哎，他跟林濑穗，他会被他抢走了吧？布拉斯啊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种杀气在酝酿？那些不是死活的八婆，你警告他们一下，别再屁赖一溜的事了。哎，亮，你跟穗还好吧？是个艾利哦，他是威胁不到我的。你到底要干到什么时候？对，怎么了？嘿 ，handsome boy， 我们又见面了。这家伙又想干嘛？我哪知道啊！一直跟在我身后，是有钱可以捡啊。我不是叫你从我视线中消失吗？同学，你很不友善呢。这样子我会很受伤，你知道吗？哼，受伤不必了。所以，我们走。老师，你不要生气啊！那种学长他平常是这样怪里怪气的、啊，你不要理他哦。啊，还有啊，我要问你哦，你刚才上课说的什么设计理念？穿上生命，什么意思啊？好难哦，我都不懂哎。不懂啊？勇于求学很好啊。穿上生命，其实我也不懂。是，报纸上说前几天楚云大师有人去飞扬营了，啊？哦，对啊，学校安排他跟我们受训学生的前三名见面。哎，这么特别的事你没告诉我？拜托，这有什么好提的？来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我这一次准备要参加彩乐场的作品哦。哎，来。看看，真的不错。是，彩院赏是高手如云，这叫平常心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加油啊！嗯，我去洗澡啊。好。彩院赏，好遥远的事啊。做的一切，这一次我都要代替我爸，一件一件的跟你讨回来。作品都差不多，没什么特别。是啊，全都大同小异。辛苦了，外面已经准备好餐点，请各位一家用餐。楚心老师，你先请。我还想多看几幅，你们先休息吧。那我们就不打扰大师了。
初心大师，能跟你谈谈吗？请进。不要扯开话题，我问你，他为什么要你送日式料饭店？没办法啊，谁叫我今天是精神啊？我看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，只有你才会相信他那种鬼话。哎、欸，别这错八字。你是无视于我的存在吗？忘了叫你一个人来就好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临时决定在那边办个秀，所以比较忙。你们先进来，等一下再陪你们玩。帮我看一下，这要选黑色还是白色会比较好？Sorry, staff only. 你们先去我房间玩一下嘛，等一下再来陪你们。哦，哎，艾莉哦，进来帮我看一下吧。Ciao， 我们回去了吧？买杯啦。走吧。喂，我不准你当着我面前想别的男人。其实我也跟你一样了，没想到艾利欧那个家伙平常皮皮的，深夜起来还蛮有样子的。对啊，人家专业的人跟我们学生比起来果然不一样。你也这么觉得吗？没有。哎，我们还是学生，输给他本来就是很正常的啊。你这样见不得人家好，真是要不得。现在你知道自己是个学生了，那面对楚星的那种气势，到哪去了？根本就喜欢艾莉哦。我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今天不想跟你讲话了，莫名其妙。哎，林亮穗，喂，真是，气死了！讨厌把我一个人丢下。不要，我就喜欢坐这边。你再看看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。
有人在看你，没有你。事务所，请问林奈水小姐在吗？我就是。哎，林小姐，恭喜你得到这次财院赏最优秀奖。真的假的？我得奖了？真的真的。不过呢，由于我们在手续办完之前不能公开，所以请你先暂时保密。哦，好好。还有，我们这个惯例是杂志社会先采访得奖者。因为他们这次的截稿时间会比较急，所以麻烦请你先到帝王饭店接受访问，我们会有专人接待你的。帝王饭店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，谢谢啊。等一下，采访的人就来了。林先生这边等一下，来，请坐。我先帮你泡个茶好了。啊，谢谢。来，请用茶。啊，谢谢谢谢。你先坐一下。手机怎么都收不到讯号啊？这么久了，好像刚刚都亮起来了。你好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杂志社的人呢？是我约你的。忘了告诉你，这间房间手机是打不通的。这间房间捐给人家偷情用，就像孤岛一样，谁也找不到谁。效果比我预期的还要快。你在这边好好休息吧。我跟你爸通过电话，说要交陪你，他听了之后很开心。还有，我最新的作品，您看手吧。最新的代表作。怎么会是你？
喂。啊，喂，伯父啊，请问穗友在吗？找穗，你哪位？我是他学长。哦，学长啊，他去集训了。集训？是啊，我们家穗啊，入围今年的彩院赏，协会打电话来说，他非常有潜力。然后呢，协会今年就把所有入围者集合在一起，做个集训，他去集训啦，可能要好几天不回来了。你打手机好不好？哦，谢谢伯父。吃饭呢，这样子都会饿饿哎。哎呦，你听我说，我一定能出去，你放我出去好不好？好吧，你不是想要占有我吗？那做完你想做的事，就放我走吧。为了想出去，会判断也没关系啊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，我好心疼。那你管我干嘛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我要的是你心甘情愿的回应，尽管我多想亲吻你。拥抱你，甚至占有你，可这一切没有你的允许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你放心，等到你真的爱上我，王启良，我就会放你出去了。这之前，最好先吃点东西吧。碰过那么难搞定的女孩子啊，难道我男人的魅力都不见了吗？喂，情况怎么样？太顺利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儿子就快失恋了。你赶快想个办法，好好安慰他吧。太好了，不要令我失望。No problem， 你等着我好消息吧。是不是跟我的一样漫长？是不是还把我给你的爱好好戴在手上？要坚强，我常常对着镜子里的人大声讲。虽然说孤独的像一个人，好像一种惩罚。人们
还是没消息吗？我等了一整夜，他都没有打电话来。学长，我们要不要打电话报警啊？还是再问问他爸爸？最好不要。如果他爸知道没有彩院长集训这件事，一定担心死。穗啊，可能被一个坏蛋带到旅馆藏起来啊，所以他现在连电话都接不到啊。搞不好他还被人家下了药。那些人啊，都想趁机得到女主角的人和心。电视剧都这样演的、啊、阿公，哎呦，干嘛啦？我只是提供你们一种可能的侦查方向嘛，不一定是这样啊，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啦。你有没有意大利有没有欣赏一些生命游戏？你看那些蓝蓝的天，绿绿的树，白白的墙，配配上老师吗？配上你们这些美女，不是一幅很美的画吗？下次你在咖啡厅里面喝一杯浓浓的 espresso， 感觉一下那个深沉的味。我跟你讲过几次了，所有得奖名单跟计划内容都是机密，不会对外公布。你请回吧。我只请你们帮我查一下，有没有叫林赖穗的入围者？你们有没有安排他受训？你真的很啰嗦哎、欸！关羽，你刚刚提到你叫林赖穗吗？啊，楚贤先生，只要你跟他说你姓楚，他就会很客气。哦，原来是楚贤先生的儿子啊！失敬失敬，大师不好意思。那你们慢聊，我去忙，我去忙。你叫林赖穗，应该叫 A 了。林赖穗没跟你说、啊？我听说他的设计上遇了一些麻烦，所以找 A 了商量。他不告诉你，可能怕你介意。这家伙你要小心一点，他对你有敌意。才二十岁出头，就有自己的品牌，而且我看得出来，他喜欢的男生。我知道你接下来会说什么，只有你才能帮得到我，对不对？在短期内也有自己的品牌，对不对？谢谢你的好意，只可惜我没有这份荣幸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他们两个一个在帝王饭店三十七号房。这也是A料告诉我的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讨论设计，为什么在房间里面？
雕，他过来了。妈妈咪呀，你的情敌就快来了，小宝贝到现在还不让我牵一下小手。太丢意大利男人的脸了。知道，宝贝啊，我还特别为了我们浪漫的夜晚，去准备了上好的香槟跟鱼子酱。现在这种气氛，就真的不很合适了。哎呦，我知道你不是坏人。现在闹也闹够了，一切恢复正常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到这个地步，真的一点都不好玩了。等一下，我的情敌，你的情人就要来了，他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走吧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亮亮来救我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，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坏，谢谢你啊。那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好吧？干嘛？来来来，你来坐嘛，先坐先坐。要干嘛啦？等一下你的情人来的时候呢，你就帮我忙脱光光在床上跟我躺一下就好，好不好？是。哎，立刚又来了。哎呀，我是说认真的啦，我们搞了一天一夜就是为了这个。发誓我不碰你，你陪我做做样子吗？哎，李勇，你这个白痴，你跟楚行大费周章的，就是要让亮以为我跟你怎么样了？你们真的很低能哎！好好好，我低能，我低能，可是我真的很没面子哎。好，要不然你不要脱光光，等下露个小肩膀，我拿手机我们拍照留念一下吧。火疯了，我露个肩膀，你不得寸进尺才怪，不干了。啊，那我开香槟请你嘛，我都说你不用脱光光了，而且我又不碰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快点，你就先来，来来。喂喂，你干嘛？你咬我！放开我！现在就好了。那是我跟别人说，不是我骗你，好吗？哎，你不要闹，我这快来不及了。什么啦？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讲清楚，反正我一定得赶快去拿回我的设计图。就是这个小偷，我不能再让小处女的事件重演。你放我走好不好？我求求你！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说清楚啊！楚行是小偷。哎呦，我求求你放我走好不好？你不是本来就要放我走了吗？小偷。宝贝，你不要难过嘛，看你在跟我说什么。亮，亮，你不要误会。误会什么？你不要过来。亮，去跟对你有帮助的人吧。穗，对不起啊。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？
先不要走，让你等我一下，听我解释。不要冲动，不是来解释吗？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是郎平老师。我承认，我很喜欢你赖水，可是我不是坏蛋。这一切都是你老爸处心设计的，他给我机会，对穗怎样？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怎样，我们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你真的误会了。跟我离开这里再说，出行巴士快赶来了，走，快！这都是 A 聊的意思，你要小心的，他这个人不正派。你才不正派呢，站的人都走开，要不然我跳了。动手，小姐，我是503号林赖穗的朋友。钱我已经付了。亮少爷，这件事我办得太糟糕，请你原谅。算了，都怪我不好，熬不过 Elio 的要求。亮，你看，你那些个性那么冲动，行为那么不经大脑，你跟他在一起不会很辛苦吗？我看你是疯了，已经出这种事了，你还可以在那边演戏？话不能这样说，
姓田的人也许行为适当，不过你也知道，我也劝过他，我的本意只不过……够了！如果你只想来这里消除你的罪恶感，我接受。我不想再听你废话。对，你醒了。我睡多久了？在院上结束了吗？林来穗，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事呢？现在还挂念这个？可是，你还可是？小心我叫你爸来哦。不要了。他一定很紧张。那你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做出这种惊人之举的事了，知不知道？嗯？知道吗？在我掉下去那一瞬间。傻瓜，这是真的是把我吓死了。我也吓到出心了。好了，别再提这件事了。你再多睡一会吧。的资料，谢谢。这两位同学啊，都非常优秀啊，这些都是他们的作业、报告，还有得奖作品呢、啊。艾利欧，你很厉害哦，想要替自己公司挖角我们系的学生？没有啦，看一看而已。开玩笑的啦、啊，我还有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啊啊，慢慢开啊。哎，拜拜，谢谢啊。难怪雏形要这么大费周章，费尽力气的想要夺回季风亮，而且压制碎了。他们真的都拥有令人赞叹的才华。亮，碎，我能跟你们生在同一个时代，有机会一起竞争，真是太幸运。关系到此为止，小偷一样把设计都封下。小偷？从你嘴巴里面讲出这句话，还真有趣啊。如果没搞错的话，这张图应该是林赖穗参加彩院赏的作品吧？这不关你的事，把东西放下，出去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想起穗那天跟我说的一句话。他说：“初心大师，你的代表作《小雏菊》是偷他的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”你要什么？急说。没什么，就这张图而已。要来干嘛？表达一下我的不认同啊。我想这张图就当作保守小偷这个秘密代价好了。你以为这样可以走出我公司吗？当然可以了，除非你想拿初心大师的名誉做代价来做什么。一个用虚荣跟包装来做外表的设计师，我祝你跟穗恒亮真正永远不会结束。就像空手去医院看穗，会不会有点寒酸啊？我准备了寿司啊，我妈早上才做的哦。那不是等于没有？因为在路上我知道有个寿司王，一定会克制不住，先吃到一个都不剩。我告诉你，不准再叫我寿司王。喂，请问是季风亮先生吗？嗯，这里是医院，林爱穗小姐，你认识吗？她怎样了？因为她没有办出院就离开，我们担心她会发生什么意外，所以请你赶快来医院处理一下好吗？好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喂，穗又出什么事了？她先出院了。啊？怎么回事、啊、小姐，不管什么原因，请自重啊，来把他带走。小姐，不好意思。初心，你太虚假了。设计对你而言是什么？只是提高名誉地位的工具而已吗？你知道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设计衣服的吗？我想你永远不会懂。就算你成功了，大家认同的也不是真正的你。荒谬。小姐，你这样太胡闹了，来，请把他带走。小姐，不好意思。放开我！放开他！你没看到他是病人吗？穗，别在这里跟他闹。可是我的……别说了，我们走。你可以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了吗？你以为这样有用吗？就这样冲进审查会骂一骂雏形，就可以把设计稿拿回来得到胜利？这搞不懂你是太天真还是白痴。真的生气了。你每次做这些决定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这几次你从我身边消失，我都担心得要命。这样任性又莽撞，不顾一切，真的让我很无力，你知道吗？生气了。
翠。我们一起生活吧。我知道你一个人很辛苦在对抗初心。虽然我们在一起，我希望这能成为我们两个人的事。如果住在一起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对抗所有的困难。我也才能确实的保护你，不受任何伤害。当然，你爸那边和学校还有很多困难。不过，我希望你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。初心品牌的赞助合作，他取消跟我们合作，吃亏的不应你出。如果你想赞助量很好，请尽量。可是除此之外，量是我的，你想都不要想。你放心让量跟高刚全独处啊。会怎么样吗？